全新都不敢当的，对，因为以前真的没有当过班长，最多当过副级股长而已。有当过学艺股长，这里康乐股长。没有，也没有啊。风气鼓掌没当过，因为为什么呢？最皮的人比较凶。哦，是吗？因为比较老，那个其他同学就会比较安静。不对不对，通常当风气鼓掌都是最爱讲话的人会被老师抓来当风气鼓掌。或最皮的人啊。对，是。不过呢，我觉得这个蛮好玩，是这个青年学员趴，听说是你的 idea 嘞。没有错，是我的想法。很有趣。因为我觉得就是要倒着走的感觉。真的，然后回到初恋期，就是好像学长在等学妹，然后背着书包，然后还会等学妹来，学妹就学长来了，然后学长，就这样的感觉。哦，不过我觉得可惜是因为我们都穿的水手服啦，对，不是那种高中生那种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今天打扮就是非常到位。对啊，你今天是校外人士。真的吗？对啊。不合格吗？我是配短裤哎，长袜哎。你今天上半身是罗志祥啊，下半身是卢广仲。就下半身。但我觉得很可爱啦。啊，对啊。对啊，但是学长，你知道吗？刚刚这个学生们在进场前都有一份考卷。考卷的。考卷题目各种知道，千奇百怪，涵括各个历史题、地理题、化学题、国文题等等等。这一定要的，因为其实学长我呢毕业很久了。哎。其实我也要来趁这个机会来考考所有的学弟学弟学妹们啊！重温一下我们这个考卷上面，所以的考卷再一次啊！这也太难了吧，什么东西啊？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让我来念题，我来吃题。好，我不用考对。我们班长直接就要作答。好，我也要考对。考就考你，你要率领大家一起来把正确答案给做出来啊！第一题什么东西啊？第一题超机车的啊！